对于马桶来讲的话，马桶的移位一定是要具备的条件啊，就这个管子是不能锯的啊，一定要呃，如果要低于这个完成面的话，一定要用 P V C 管子给它接上来。如果说你高这个移位器的这个管子根部高于瓷砖两到三公分的话，那说明这里面间距不够了，以后马桶可能会堵的。所以很多的业主啊，担心马桶会不会呃装了装虹吸的以后呢，移位了不能装虹吸的会会堵。 呃，在我工地上已经做了实操案例，应该有一百套了，啊，移位的这一码占了百分之七十，没有哪一家反映过说马桶堵堵塞的情况，啊，所以马桶移位，大家放心的去移，不要去害怕啊，不要去看一些，呃，有些博主啊说的觉得不在理的，啊，可以大胆的去做，我是一个实操型的做工地的一个装修人，放心好啊。